好，给你们看一些真材实料。讲到军人进来，我们这队最开心的是谁？你女儿。哦，来，军好帅，就喜欢这种阳光的小男孩。蛋卷进来的时候，我们小 Kiki 也是开心了一开心了一阵子，开心一阵子。哎呀，没想到，对，善主真的很棒，真的很帅。安居变成大象，我是大象，星星。元哥把你改成星星。哦，那因为我也是有点肌肉，跟德德有点像，就是说。星星是要有一点点资格的啦，要。我一直去申请，我说我也要星星啊。然后云哥就这样，没不行，来，姿势怎么讲？要笑啊笑。好，给你们看一些真材实料。加油加油，修一下。哦哟，军轮加入，跟你们的熟悉度开始。其实我是很开心的，我也很开心。讲到军轮进来，我们这队最开心的是谁？你女儿。哦，来，简直太开心了，简直太开心了。哇，我每天坐火车就，军轮好帅，就喜欢这种阳光的小男孩。女儿不检点，爸爸怎么觉得？我说哇，冷静，厚一点，厚一点，厚一点。因为那时候不好看。善准进来的时候，我们小 Kiki 也是开心了一开心了一阵子，开心一阵子。哎呀，没想到，对，善准真的很。他们做什么事情让那些被完全没做事，完全没做事。嗯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我也是看不懂、啊，就把脸摆在那里 ，Lucky 就已经心花怒放。我们第四季蓝队刚组成的时候，就是一个非常沉着、非常冷静、非常安静的一个角色，没什么表情，没什么话。现在哦，康乐鼓掌。哦，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康乐？从戴式橄榄球开始。应该是那时候。他戴起橄榄球之后，他好像发现他自己是蛮帅。在戴橄榄球完之后，紧接着什么躲避球，有点。队里面的团宠，那一定就是蓉蓉啊。哦，所以所有男生都觉得他就是团宠，对。而且蓉蓉他有一个非常，我觉得是超乎常人的特质，就不管训练再怎么苦。就是甚至是这一周的龙舟这个项目，我们已经在那个风雨交加的湖上面，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，滑到哪里了，蓉蓉还是能够这样。对，然后他每天都这样，所以对他来说，蓉蓉就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开心果。就是你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时候会累，他不会累。然后每个项目教练说停了，他都会拿着球啊到处跑，说我还不累，我可以再练。